对，盐保持它的实力，鳞片跟着跟上之后再双吃，够了，真的就够了。来看一下第二轮 ，AG 极地冰刃，选到了冰刃。另一边是烈烈千阳。哦，烈烈千阳反倒是 JCR 这边选了。对，看你 AG 办了一个 B 阶啊。对，然后紧接着选择的是搬掉的是极地海龙湾和桃源剑阁。是的，桃源剑阁还是不放啊，还是不放。哎，搬掉了龙门新春 ，AG 这边办的。龙门新春，确实新天宝，大抓地。是的，这一手烈烈千阳会不会上套了呀？不一定。对，不一定。我不信 AG， 看一下，这张图确实感觉打不起劲儿来，就是看道具时序嘛。嗯，他也没有办法说一波拉开，俩龙卷风起步。龙卷风不好刮人啊。对。哎，抢一波道具，懒猫抢了 duck 的。是，抢的非常准。是的。开天使帮布去挡一下，要让布往前走。双吃。哎，灵妹双吃到了。有磁铁，对，能吸上来。但一个雷，闪电就给他劈响了。你看，就这里，他这里不好吃，对，不好吃，速度太快了。但这里呢？这里呢？哎，那个皮，懒猫走的下侧，对，去吃道具去了。有飞碟靠，靠了有解，飞碟上技能捡，先不捡，好慢，过了之后再捡，然后反扣你这个点。是的。我觉得也可能是有意为之的慢。不，这不是我看第一次看懒猫解飞碟吧？这倒是，很多次都慢的。那这个云雾会影响到抓地吗？还好，但是前面布已经走了呀。再来，这边一修刚开，还好有护盾。是的。再来库比呢？库比响了，脚都没落地呀。布感觉走了呀。对。拉了一个 WCWW， 还有 ECU 吗？没 ECU 了，但是、哎、在这里刹车上不去，上不去啊！后边懒猫已经来到这个长支线了，但是后面补位的 Stuck， 但吃的道具质量实在是有点差呀，后边是两个飞碟干扰器全扔了。是的，那最后冲线护盾天使足够的情况下，我们得恭喜不。道具质量太差，是，但林峰正嘛，没。就是这样，就是他有的时候是你踩了加速带之后，然后紧接着道具持续点，你来不及注册身，你只能单吃，所以都会导致我们感觉好像这一局大家都没什么太多道具，就有一些道具持续点的确是不好双吃。对，所以大家会更加的看你在吃的少的情况下那些道具的质量如何。是，你质量好，你在关键节点处放得恰当，那对面就会因为你的这一些道具，所以导致了失速或者失位。是的。接下来，下一张图是极地冰阵。冰阵啊，是 AG 我们一直说胜率比较高的一张图，但是这一赛也没输过，虽然说只打了一场。就刚才凌风阵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什么，他不好一波拉开，对，但是不依然跑了，但极地冰刃可不一样，极地冰刃能拉开，不留神一溜烟不见了。对呀、啊、很容易不见的呀。大裁决者 AG 用了两辆，那我感觉后续的沙都是有可能上的。嗯，先看一下这一份。哎，懒猫的位置很好，对，但是又是一个云雾和一个导弹，对，有单体就行。再双吃一下，哎，飞碟扣不去，大哥正好吃的是飞碟钢器，解得很快，而且捡完之后还有飞碟钢器，是的，这是不解，他自己没解。
JCR 这边的飞碟虽然说也解了，但是影响的速度明显就会更多一些。哎，这边落地之后再吃到的是一个墨汁，墨汁反正也可以扔一扔。是的，这飞碟扣下去大可走不掉，但是大家会，哎，这个解的就有点慢了。灵变这边过来之后，刚好吃到飞碟干扰器了，刚好吃了一个。哎，大哥抢了一波盐的道具。对，这里只剩下防御型道具了，所以对大哥来说，如果能够抓住这个节奏点，就可以直接跑出去。后边再来一个自爆，飞燕的自爆，而且单体很多，这个再来一爆，库比是打不到大哥的，这一爆打爆到了，打到了，但是飞碟不是有干扰器的，是解掉。现在的话对 AJ 来讲是没有盾了，是的，但是对面也没有，但是他们有三个导弹，三个导弹看能不能瞄得到了，这三连发到了，一二连着响，对，还有一个也瞄到，有盾了，但是这个盾没选择防，最后还有氮气，有飞碟，飞碟手上是用干扰器的解掉，氮气能开吗？其实后面飞碟补位了，对，那冲线没有问题，我们得恭喜 Dark 自己就没开，对，二比零。当时是以一个单体加一个雷过来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没抢的防，但是队友开了一个天使，这一局的道具拾取量是差不太。后边飞渊的两个自爆很关键。飞云的自爆拖住了，对，他是手里边有自爆，然后还有两个单体，对，就把对面的人相对来说是又给摁了一段时间。最后冲线前啊，布的风还刮中了两个人，对，而且雷还三响。那下一张图恋恋千阳，看一下用车机甲还是得开，大可跟岩来了，这两个人碰上了，序列未来，然后飞云这边看到了凯蒂雷诺，大可这一轮道具赛比较罕见的把双机甲都用了呀，是的，前面要打优势，对，非常的罕见，而且飞云开到了凯蒂雷诺，也是一辆很好的车，他好像发现了不能跟 GCR 拖着打，对。挤作一团，是的，库比向前打，岩这边有一个天使可以挡，然后紧接着再来一个单体，先把大哥这边打响，然后大哥这边道具又是全被抢到了，连续两个格全都被抢了，有队友有对手，而且雷劈过来的三响，这风还中了，岩已经跑了呀，但是没有道具，得看能补充到什么道具了，金腰皮又中了，前面吃了两个云，岩这边其实有单期的话就可以开 ECU 了，但是没盾呀，但是距离还是能拉开一些，对，能拉开，因为这段时间 AG 手里面一直是没有精灵道具，导弹是瞄不到吗？瞄到了，但落地之后一个小皮，没办法，是的，这一局感觉节奏开了呀，哇，这个反吸，不是 AG 的这个恋千阳和我们设想当中不太一样，完全不同，这距离有点远，这怎么追？这而且还吃到龙卷风，这近乎是不可后追的距离了。自信一点，我觉得追不上。有飞碟，但是有两个干扰器可以解的。对，这边你看一级盾都开虫了，而且雷要单逼了吗？还是传给了飞渊，没有用啊。主要是现在不能单逼，首先是岩确实跑得远。但是岩为什么能跑这么远？因为懒猫对于 AJ 来说太烦了。对，他们在后面控节奏啊。对。那最后岩冲线没有问题，我们得恭喜岩扳回一盘。啊，道具拾取，这下这边道具拾取要多不少。对。七个加三个多了十个。AG 这边虽然导弹多，但是瞄不到，也能瞄到，但是瞄到的话，这边一是能解，二是距离太远了。
你看这几个导弹确实能瞄得到，但瞄到了之后呢，要么是对面又上来干扰你了，要么是自己踩皮了，真是没法追。从第二圈开始就完全瞄不到了呀。对，后边好像也没什么进攻道具了，主要在第一圈。但第一圈 GCR 这边实在是跑太远了，太远太快了。是的。那下一张图选什么呢？还是 GCR 选。一号公路不拿吗？对，一直没打。对啊，这不是百分之百吗？是啊，因为他们其他赛道的胜率都没有说这么高了。对，你看像苗寨、洛杉矶、林峰镇、英特拉肯、水星玛雅，嗯，疾风机场都不行，都打完了，都没了。对，沙都了，但沙都他们胜率又不高，机长能先冲出去吧。看来这一局停止法兰西。是的，起步第一波道具失去点，第三能先抢两个导弹，但对面还有一个牧师加雷加一个导弹。对，而且都没有天使，这一波我觉得可以直接先劈的。哎，里面手上两个盾呢、啊、还是要等到飞跃。但 P 能破防吗？没防，前面里面是没防，因为是刚好被风卷起来了，然后紧接着从飞碟扣飞渊，正好是飞渊。是的，对，因为这个位置飞渊其实对他们的威胁是最大的，要把飞渊给拉到后面去。对，然后紧接着你看像布跟灵变同时在前的话，那灵变是机甲，哇，灵变这个皮杠皮到了布。对，单体再往前瞄，有护盾能挡，然后大哥这边氮气还是选择给飞渊，让飞渊去补位置，得让飞渊，他的位置非常关键的。是，你看这局大哥护盾都不要、哎、两个风，这两个风有什么效果吗？里面开始自爆爆了，但是他也是机甲，相当于是机甲的一波相同置换。是，就是你不说我还没意识到那是机甲在那拖人。对，那这样子就意味着距离是拉不开的，这就是前边要比黄牛了，再双吃 得看道具能吃到啥吧。 A 这边的这个闪电要被扣下来的，这闪电能劈，但是对面的话已经上来了。对，已经过去了，再补充一波道具。而且灵变的这个蓄力未来又上来了，布的这个位置很危险啊。对，后边是两个人打他一个，但这两个人就在手里边没有道具，这边只吃到一个天使，没有一个墨汁，没有进攻型道具的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这 AG 双领跑啊，布开了个意思往前冲，冲线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得恭喜布三比一，就一波双方都没有进攻型道具。对，这本身我们说布确实危险，但是他在那个位置后边两个人的拾取，首先就是一个人是单吃，另一个人双吃呢，结果加一起之后全是防御型道具。你能再来一个赛点啊？这个将皮放得很好，而且这灵变其实你会发现，他虽然说跟飞渊两个人，你看这里开自爆去拖人，但是他后边上来了，他上来了。后面其实单体进攻型道具也都挺多的，中期对中期多，末期。